第一次重来。 跑。
大部分不是辅助就是搭配忍具。
要说医疗术有派上用场，大概也就跟血打，好吧。 这是刀，还会用一些无敌刀。 我讨厌的是他手速回刀跟。
刚好冲上来了。那压到45。而且还被一个大怪头小揍下去。哇，里面会吃的好恐怖啊。Thank you.
要浪费时间啦。真的超讨厌兜的 RNG。好，直接带走。拜。草地圈换不出来，大蛇丸。拔不出刀的大蛇丸。现在没有点歌哦，因为都在死逼的乱。其实按慢慢按，
对，我打算直接三刀解，感觉可以打到半血。 我要注意开 buff， 一开始就被大蛇丸闹到三次吹风。
阶段蛮重要的。因为第二段如果没有在第二段打老康久了，再打我爱鲁，他追上去掩护我爱鲁。然后 RNG 很好，他的顺身是远离武家的，我可以便于直接攻击，包括卡，包括雷切。太挡路了，还是想要故意被大蛇打昏。
这些像今天全移动的上。 感觉是。